娘子。嗯，相公，你回来了，来，给我。哇，菜市那帮人真偏心，看来以后买菜的事儿都得交给相公你了。相公，你说你现在都已经是白发了，却比以前更受欢迎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你重新变回黑发。来，这次你放的是什么呀？我也没放什么，就放了，当归、人参、白术。还有从南山那边顺来的灵芝。哎呀，我这次真没放我血，喝吧。小心，小心。相公，试试我这次新做的染发膏吧。娘子，我有些累了，我想先回房休息了。哎哎哎，这次一定可以的，你就试试吧。不要，你上次让我顶着绿发过了七天。嗯，你就试试吧，今天有人预约画舫，我们吃完饭还要去渡口呢。我才不去渡口，你嫌弃我的染发膏。我饿了，娘子，饭做好了吗？我特别想吃你做的辣子鸡。你这个身体吃什么辣子鸡？吃水煮白菜。干嘛呀？